明日是总统大选，民进党成功守下南台湾票仓，更拼出八仙过海好成绩。为了感谢南部乡亲支持，赖清德今天一早就到高雄左营原地庙卸票。可以看到赖清德才一下车，就有乡亲抢着握手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特地到场陪同。现在看一段稍早画面。我头拄啊，你话 B 站的时阵，伟人 B 一支，伟人还佫 B 一支的呢。大家还佫 B 一支的，表示讲吼，哇，咱家真坚定啦。啊，那都啊，注意特别甲我讲吼，讲咱这个率得票率71%嘞，掌声鼓励者，哇，甲大家说多谢一下吼。所以有大家支持，不只是清德啊，股票动算，啊，咱李博义嘛，股票动算，甲大家说多谢吼，我李博义甲大家说多谢吼。啊，今仔来当然嘛是要来叩谢神恩呐，啊，感谢咱先天上帝的位神尊，大天神通。哦啊，保庇吼，这个竞选呐，一切平安顺利。安尼，好，大家安尼，虽然有竞争，但是和和气气，选举刷，啊，都刷，大家都开始工作。不止感谢乡亲支持，赖清德随后更拿起香来感谢玄天上帝帮忙。根据了解，赖清德今天起将正式启动卸票及感恩便当会行程，首站将从高雄及屏东出发，执行为期2周的环台卸票。